两岸呢是一家亲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呢，支持两岸同胞以各种形式来做促进两岸交流，加强呢两岸相亲了解理解的事情。那民进党当局的一些政客呢，动辄挥舞所谓的认知作战这个大棒来打压威胁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人士，只能说明呢他们心有魔障，走火入魔。